使用90年代 W 原级播放神曲，最好戴耳机听，最后歌名都猜错了。展望未来，各位铁子，大家好，欢迎您观看我的作品。虽然说录的不怎么好看，但是音质还是可以的。现在我们用它盘一下低音效果。低音炮打开，开机，出舱。接下来我们换下一首神曲，听好了，我估计您会把这个歌名猜错，听好。开始吧。